2000块钱找了这么多边角料回来买，哇，这个腰子的左心真的是好好看了。不过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就看一下啊，就在这里了。刚没有仔细看，那种冰情底的水头又特别棒，旁边有两道裂，我在想着可能有机会可以出一个小圈口的哦。来，我们来规划一下。哇，你看这个水头真的是太棒了，但是你看旁边有两条大裂，这一条大裂还有这一条全部都灌过去，然后这里也有，然后这一边也有一条小细裂，然后手镯我们看在这里能不能出一条小圈口，来试一下。哦，可以哦，71的外径，71减16，不错啊，来呀，55了。鼻子嘛，来，给我啊 ！OK， 出来了，给你们看一下，你看，哇，刚好一条正圈，而且这个水头也太棒了，整个水都全部爆掉的。来吧，我们来看看粉丝心愿。有一个叫做路遥的姐妹说：“青青，我是一个单亲妈妈，小孩3岁的时候离婚了，这辈子最 对不起的就是女儿，下个月就要满18岁了，我想要买一个手镯送给她，希望她永远健康，预算不多，就1000，谢谢你，宝贝，你已经是最棒的了。”那这个料子的话，我也是捡漏来的，翡翠说送也不好听，那这条手镯我就800给你啦，然后剩下的边角啥的就给姐妹们做一些小挂件了。来吧，我们去起货，来吧，可以呀。这也太漂亮了吧！姐妹们还想要什么样的手镯？评论区告诉我哦。